本大队在此呼吁用人依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规定，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前应妥为检查车辆，在行驶途中不得有车辆轮胎胶皮或车辆机件脱落、轮胎任意点胎纹深度不足等情形发生，违者将处以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